我们等庆宁呢先来这边呢拍个照。好，我是不是要摆一下这样子 ？OK， 好，来来来，那呢这个展示区前背板前方，让这个幸福女神隋唐呢拿着她今年呢跟这个 Gary Two 这位呢新锐的时尚艺术设计家所共同合作的这个双星耀月的礼盒，先来拍个照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我们这个礼盒的包装呢，有这个水彩画的元素，有玫瑰的元素，有月亮的元素，有幸福的感觉的都融合在其中。好的，麻烦唐唐，我们就是请你这个店内左手边这边看一下下，谢谢。幸福的感觉吼，月圆人团圆嘛，也希望可以联手一起把这个爱心呢给发送出去。中间麻烦唐唐看一下咯。那这次唐唐说呢，哇，真的感觉很开心哈，跟这个阿珍大哥可以一起来合作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好 ，OK。哦，真的很棒哦！9月15号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节，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大家的力量呢，可以跟这个糖糖跟着哈根达斯一起把爱给传递出去。这次我们希望呢，在今天这个门市快闪活动呢，可以呢把等同的心意，把这个爱呢分享到台中的启聪学校 ，OK 吗？好，来糖糖，这个背板后面差不多的话呢，我们就请你稍微移动一下脚步，背板前再拍一下脚步，产品陈列区这边。来，小心脚步哦。好，来站出来让大家拍全身哦，美美的感觉。好，那可能先偏右侧，让这个左侧的媒体可以捕捉一下。谢谢大家。吼，刚刚再三提到了吼，我们这个旗舰店嘛，在店里面的关系腹地比较小，所以麻烦大家就是稍微的互相协调一下拍照的这个角度跟位置。好 ，OK， 也麻烦厂长吼，辛苦你了。每次这个美女出来总是很多的，好谋杀大家的底片。也呢，这个谢谢哈根达斯的今年真的是慧眼独具，让这个糖糖跟 Gary Two 呢一起来联手设计这个漂亮的月饼礼盒，双星耀月。等一下呢，有个很重要的责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希望呢跟这个品牌呢一起来联手做好事。好，那呢，支持隋唐，感谢大家的爱心。好，可以吗？下部分的话，我要来进行访问哦。这里那个礼盒休息一下吧。好，礼盒休息一下是不是？好，人不要休息。好，好，来，谢谢。OK。多摆几个 pose 啊，谢谢。好 ，pose 变换一下。我们这个肥肠哦是 professional， 是专业的。当然呢，今天是成为我们的幸福女神，来这边一样呢，分享最具温暖的心意。好，那一样哦，各个角度 pose 变换一下下。那摄影大哥，请你们这个吼、哦、快手快脚喽，把这个美丽的片刻给他留下来。中左，好，中左，好，左下，这里，好，差不多了吗？中间下面，闪光灯，这边，右边，右下，不能眨眼睛哎，好，右边再看一下下，右下，好。中下好，我要出来喽！好，紧张哦，我要入镜哦！好，感谢大家。